这一关都很难过。勇士队正式取得领先，不过领先的时间并不多，林俊杰就在45度角欢迎颜色，我的这么滑动快攻，目前有8分优势，这个三分投进，林俊杰，而且还被招呼了一下。我其实赛车部的三分命中率是勇士这边应该最准的、最高的，今年39%的三分球命中率，林俊杰，哇，伤愈归队的第一场比赛就让大家大开眼界。小夫上半场拿11分，阿吉，进去这一抛，又抛进，但是，哇，结果赛瑟夫被抓了拉手犯规，都是那种蛮隐蔽的，然后可能偷拉一下，偷推一下。阿吉第二球罚进，空中对抗球掉了，阿吉三分线外。直接跑球，很有自信啊！上半场第4颗了，阿吉目前拿下挡掉，没有犯规。阿吉突然间急停的中距离，还有4分多钟比赛才结束，阿吉中距离，还向裁判要一个犯规啊！